新人落座。哎，良辰吉时已到，下面咱们就给新人揭盖头啦。等，怎么着？等会儿，让我先接啊！什么？行了，你像线似的，人家结婚你接啥盖头啊？人家结婚你不得接，有长贵人抢啥跟头、你也不是新郎呢。我说啊，今天是长贵结婚，你说你到这把盖头给接下来，算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不弄事儿啊？这哎呀，你们不知道怎么着？当初要不是我给他保谢大脚啊，他能娶着这么好媳妇吗？好。我老伴你说是不是？说的这是你没少掺和。今天我先看头一眼，行不行？行。别管我。看看谢大脚漂不漂亮？啊，咱也跟进一步。妈，刘能，哎，你看我漂亮不漂亮啊？漂亮。那你见过我这样的美女没？没见过。这你个死出，到俩一边待着，别给我捣乱，听见没？和尚，你真不能给捣乱了啊！我跟你说，你刚才接一次，这个不能算数啊！今天是长贵结婚，还得长贵接，让你这一闹腾，这还得接两次。那就对呗？怎么对？二婚就得接两次。好，把盖头蒙上。那下面咱们呢就给新人揭盖头。长官说来辆警车。警车这停我们家门口了啊。不知道怎么事。等会儿咋的？是不是结婚手续不全呢？不全敢结婚吗？我说是大脚和李府离了呢。你废话，我不离能结婚呢？就是那离了咋有警车呢？他有那就不行，是赶个理儿啥的。谁到了？叶所长，你这忙你咋还来了？你好，恭喜啊。那个今天镇长没来，但是让我给你带来一个很重要的客人啊。你看谁来？哎呀，大拿，强哥，大拿，你小子结婚不告诉我，你可真行。你别，哎呀，新娘子盖头还没揭开啊？刚要揭，你这不就来了吗？我给揭。大拿，你好。你才好呢！你俩结婚，我好，我能好到哪块去？我欢迎。怎么呢？要跟我第二次牵手了？这是啥牵手啊？握手。好，不管咋地，咱们俩也算在爱情方面有过前科的人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可别扯了。有谁跟你有前科呀？有。哎呀，场面挺大呀！啊，我说给我介绍介绍啊，没人认识我咋的？啊，对，刚才可能什么？介绍，我怎么在这儿呢？这位呢，就是我的同学王大拿，远近闻名的农民企业家。掌声不是太热烈，不欢迎我俩的。你不知道，这帮人头长见识短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这话也配你说？哎呀，你戴个头套再说这话吧。盖燕子哪都行。唐盖啊，我赶上了啊。不是，我得表示。老同学，你这你就太客气，不用说。你干啥呀？你不用，你这我也不是给你的，你用不用的？大脚我俩我也得给他呀。哎呀！别动！这，把钱丢了就不用找了。哎呀，我丢这玩意儿像丢打火机似的。哎呀，满月不发出俩，睡不着觉，这都。这是赚的吧？这还有明白货呢。这多沉呢？伊拉克。
伊拉克，这地方也不产这玩意儿吧？伊拉克，这是啊，一克拉呀。那我一克拉得好几百吧？我让你猜十次，猜对了我都给你，得5000。一万，拉倒吧，别累着你。来，那个，老同学，今天是我结婚，我带。咋的？你那还比我这大是咋？你偷偷收回去。这大小是我结婚呢。是你结婚呢，我入股吗？哎呀，那个，这老同学，你开玩笑？你看看，这家伙是赔上啊。我这不能用你的，你拉倒吧！我不但入股，而且还得入51%，我还要控你股呢。你这说话干啥呢？这怎么还没控？没有这么办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俩人这么说话，哎，镇长啊，咋的？啊，再说咱这镇长电话，就说我不在啊。你好，镇长，同喜，谁在这是来了。什么？啊？哎呀！这哎，好，我服从，绝对服从。好，再见。长官，该入洞房了。你入你们的。不是，该你入洞房了。哦，我是吧？对，你入洞房，我入洞房，大拿来入股，我同意。喂，你啥这入洞房还有入股的呀？他控股，我也同意。这长官，大拿，这么说吧，在我这个村你想干啥事儿，你想需要什么，需要谁？就是你需要我们家大脚，我立马给你配双大鞋。你就是需要大花，我就给你带。哎呀，咋的了？不结婚了啊？婚可以不结。你反悔了？我们服从镇上领导的安排，我们要顾全大局，服从大局。服从啥大局啊你？大拿现在就是大局啊。不，你还是男人吗你啊？我是，我最起码是49%的男人。完了，这回是保护不了了。来，大拿，来，把这花带上啊！哎，你不是冲我来的吗？来，把花带上，咱就这日子咱办。我说你说明白呀，这家伙来抢婚来了是咋的呀？不是，大拿，这个花就在你带。不是你跟大伙说明白这事儿？我说明白，我没可能没。那个所长，你给说。各位啊，是这么事儿，今天呢镇长没来，我领这个王老板过来，一个是参加长官的婚礼啊，主要的是王老板过来想投资给咱们村建设新农村，初步定的数额1000万，一千万，一千万。哎呀，一千万呢！你咋不早说呢？还说我把我啊？还说我还真是想重用你呀、啊？是这么事儿，我呢在这投资，对，准备呢干很多事情。因为你开过小卖店，所以说你就得做财务总监。就我做财务总监呢？同意不？哎呀，那我能行吗？你说行就行了，怎么就不行呢？你让他管了1000万呢？这咋的？这样吧，我来过象牙山，这里的山美水美人更美，所以说我拿出1000万对这里进行投资，下一步资金我还准备注入。你比方说你们这有个大学生，谁？谢小强，王小萌啊。就我。你不认识我吗？王叔叔好。我儿子搁家现在做梦啊，这做梦也白做梦了。现在这样吧，以后对你们的学校、养殖场，还有这个，还有我闺，他花就不能用了啊，花房，说全了，这个耽误事儿。王老板啊，我太感谢你了，谢谢啊。好，这个
我说咱们别耽误事儿，往下进行吧。我说该债务啥了，人家给咱掏一千万，来连颗烟都没抽着。对呀、啊，给我发根喜烟呢。来，我给你点根喜烟。来，烟糖。哎呀，你这哪行？来，王老板，抽喜烟啊！来，抽个，抽个。哎，火呢？我给你点吧。你点我不抽了呢？你看你。该啥都。哎呀，这个钱儿呗。大姑爹，长贵，你看大脚，戴这个大戒指，真漂亮。哎太漂亮了！快点着啊！赶紧快！最后我得跟你说真话，啊，你娶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媳妇儿，你得珍惜。嗯，以后大家看吧，你如果要对大家不好，我就跟你。呸！别录了，我就不信这个事儿。你这一天找不着我，你看这好好，王老板好开玩笑。好，好，成功了，来吧，赶紧入洞房吧。该哎，这地方我得换了。今天呢，这个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啊！第一呢，咱们王老板来到咱们村投资；第二是长贵大脚喜结良缘，这位是双喜临门呐！啊，还有一喜呢。还有什么意思？王老板一来，大脚就有喜了。说啥玩意？哪有那么快呢？我说的意思，你一来他就升了。你这越说越快了，你说你升啥呀？升官了！哎呀，这费劲呐！费劲。好，良辰吉时已到，下面就请一对新人入